老板你好，请你给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展示红云，今年我43岁，我高150公分，我有结婚了，我有2个小孩，我有去过台湾6年，我工作照顾病人，打扫煮饭，现在我想去澳门工作，然后我可以工作照顾小孩，照顾老人，打扫煮饭，什么都我都会做，请老板可以给我工作，如果辛苦我也受得了，谢谢了。